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。第一阶段采集素材肉龙掌原神启慧的中续 8.30 第二阶段一更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旋之众原神 5.0。 那这个视频是第一阶段的采集素材肉龙掌的攻略。5.0 更新了之后，可以直接在地图上追踪这些特产的位置了。我们直接来追踪。现在我们来根据小地图上的显示来采集。小青蛇。诶。小青蛇。好了，这样就采摘完成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